病的人不要吃蔬菜的吗？不是，不能吃太多，会不会？它是一个过滤器啊。那如果过滤的时候太多渣渣的话，会不会让它过滤的时候就是？我不知道，只是在这方面有点。他们不知道干嘛要按。天蝎吗？两个没有发现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。你的观念是什么？一样啊，我没有一样啊。你看英文解释说要先切后洗。没有，他也是先洗后切。好，要被切。上节目由大同气密窗冠名赞助。